谢美秀姐哦，陈老师、吴老师，还有国昌跟你看，还有一心哦，还有阿凯、哦，过来，还有最重要啊，我想进来当收台湾的人民头家，大家午安，大家好。其实我跟阿凯最好的，我拄仔未开始讲哦，伊就后壁老拄两刀，但我拄仔向后站袂起来。开玩笑，其实哦，一个政党或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本来就应该接受各方面的批评，还是讲对你的指教，我感觉这种好代志。啊，我是感觉讲，当然美秀姐吼，伊是一路安尼都要栽培哦，所以我一路上，我按媒体转战政坛，实在就辛苦的，咱讲实情。而这中间有很多的风风雨雨哦，坦白讲也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我感觉咱做政治的路，就是目标要正确，而、我们发心那个初衷要正确。啊，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哈、属于个人的部分哈、委屈就把它吞下去就好。所以我也不太喜欢讲，所以你看我愈来愈大颗，你看。今仔日下早到今嘛吼，我这大概。其实讲起来，这场是我感觉上轻松的，因为这场吼、是我感觉甲理念啊，甲真正听说话的长辈咧开讲，所以我感觉上轻松。但我今仔下载就下载到遮吼，这差不多第七场了吼。啊，我来大家报告吼，你知有当时啊做民意代表分身乏术了吼。我定来去招工作吼，咱伫个板边吼，都8:40到8:50，两场明明伫边啊。但是吼、迄时间超袂拄好，另外一场有当时啊，就较慢一寡，甚至有时候你都无法度两场拢走吼、啊，你无法度去走这工作吼，迄有当时一话就出来，破文啊！阮老爸支持你一世人，都敢若希望你爱达取得讲尔，3分钟、5分钟，你竟然无来，啊！但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啦吼，啊！咱去达解说，咱总袂当来讲，啊！无我后盖才来呢。我今日中昼嘛是踏着两个婚宴啦吼，啊实在另外一趟车走袂过，因为我迄趟也走咧，我下晡才绝对无法度来。啊，我着拜，我真正一边敲电话来讲，我真的没办法过去，足歹势，吼迄边，就开始安尼，你听得出来迄口气就不爽就对了。啊，我赶快请我的助理吼经过吼，啊过了吼，伊这个下晡我伫高铁也袂要倒来时阵，伊嘛敲电话我，伊讲吼。我这样子难得哈、有这么好的喜事，希望你来给我，沾个光哈、给我添个光彩啊！你也没来，我不能跟他回答说啊，我你娶细爷时阵我才去。所以民意代表有很多的无奈啦。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为什么博文为什么一奇怪博文你过去是媒体，照你讲吼，人足侪人讲媒体拢站在云端，想你基层要做干呢？吼，你想你服务要做干焦？因为我有一口气吞袂落，咱建拜民进党吼，伫外口拢互讲啥？讲恁民进党基层拢无咧经营，啊无讲恁民进党吼，啊选了人就无去啦。我讲吼，我着要逐工出现，才互你看较神。我基层着要经营到，我要证明讲，真正咱着无钱，咪当经营基层。因为咱着骨力走。其实我讲真正，足侪人吼，外面以讹传讹，我真的亲身体验。其实吼，行政治的路对我来讲足趣味的。曾经吼、有一个郑鸿仪郑大哥，然后问讲，破问，当你今麦吼政治的路，你若无行，你想要做想要做啥？我讲吼、我最想要写小说，因为吼、你在政治的实务界里面，你真的可以看到太多太多，我觉得很有趣啊。有些人就觉得说、很残忍或很现实，我都把它当作很有趣的一个人生历程。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人性面。那些人性面，这活生生的就在你眼前展现。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咱其实我们对自己哦，不用怎么样，不用觉得说，哎呀，我们没钱怎么样。我顶个选举，顶个小英主席，然后精雕去这个淡水巴里选，我真正选到尾，我真正有够艰苦。我今摆去甲大人来讲，啊，你今摆拢来添公菜，无来添油香吼，安尼唔好啦。啊，咱就真正无钱。啊，做一个立委，若四个。这3000到5000，我请问，这种政治人物若无贪污，你敢会相信？所以我要向大家报告，我迄当阵就这口气我袂出，我就讲无要紧，你若给我当选，我就两支脚行到，互你感觉足用心的，互你感觉会甘心。足侪人讲，恁国民党拢经营基层，我来大家报告啦。若国民党北区，我唔敢讲，
那伫阮新北市的议员哦，要走比较近的哦，找无啦。我想要甲你讲，因拢是靠啥物走？靠级别咧走。就这个协会吼，安尼补助伊3万5万，吼、哦、啊人来咧婚礼的入去哦，你看我经常参加婚礼吼、哦，人拢会先去签名对吧？我都不太喜欢去签名，因为签名的时候人家就会感觉好像跟你要红包，或者拢直接入去。国民党去助理安尼扛的一包5000、1万、2万伊嘛敢寄付。但是这种选举文化是足恶质的。我定来讲吼，咱其实台湾是一个足淳朴、足好的一个民族。但是咱实在吼，叫国民党这个转进到台湾的这个恶质的政权吼，搞到咱的民主的文化是足歹的。真正今麦大家拢感觉讲，啊你民意代表啊，我强庙要来送水啊，本来你都爱都要寄付啊，吼、哦、3000、5000，我们的早餐当然找何伯文议员要啊。啊，何伯文议员如果比较没钱。至少10箱矿泉水来吧，大家来补加。但是我要讲，我们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这些事情，你不会发现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一直讲，我像我家己这个服务处的案件，我处理偌济，你知无？其实我人力很少，但是我光是一个月的服务案件，可以处理到200-300件。处理到200-300件，我再跟大家报告，顶个月福州何一宅。那4000多号要到5000号呢？咱讲真诶，无议员敢碰迄个案，背后阁是日甚深，我都看唔到毛，我一声我都崩了。4000多户的这个民众的陈情，你想想看，我光是建档归纳，再一一的跟他们跟所有的政府机关交涉，咱来开偌侪精神。所以我要讲吼，对我来讲啊，其实做立委还是做直辖市议员，拢赶快，最重要我那个心。我是要为人民来做事，这上重要的，你讲对不对？啊，当然想到咱会当去罹患疫，但是我就讲，这中间有很多的风风雨雨，不足为外人道也。啊，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也不重要。咱好好做，啊，大家目睭紧紧的看。其实从政哈、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意外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大话新闻的时候哈、哦，真的有一个很强的转捩点，是当中。大埔事件的时阵，今天大埔事件让我觉得很无奈，你知道吗？你在公共平台上，你不管怎么样的施压，你不管怎么样的做，他不鸟你就不鸟你啊，他可以整你，但是你拿他没办法。所以我家己做议员了哈，我就觉得我既然有议员这个权利，我要做很多事情。啊，其实我服务案件内底嘛，足侪好足甘心的啦。我刚刚估计的哈，这个例子其实很平凡，不是说好、哦、特例哦。我顶个月有一个国小的退休的这个人事室的主任，他只是因为哈、哦，可能学校的恶斗要恶整他，好、哦，结果伊跟他迄国民旅游卡工，他本来登记礼拜一要休假，结果他休礼拜三，可是他休礼拜三的时候，他没有把那个调调，他没有把那个假调整过来，所以他去刷卡的日期跟他申请假的日期是不一样，都因为安尼哈。去让用贪污罪追诉了，结果这个老师也因为安尼，他不能够领退休金，也不能够退休，一不能被退休啊。本来想要说啊，好了，这个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结果伊来拜托我，我讲这代志，我是看我怎样在欺负人嘛。二话不说，我迄天我就请迄个新北市政务人事处处长来到报告。我报告，咱是咧耍官威呢，各位亲爱的乡亲士大。我今天是因为这件事我看不下去，我当场没有跟他多讲，因为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太清楚。我记得人事处长讲几句话，我讲哈、哦，这个案子啊，你看着办。如果你觉得没办法处理的话哈、哦，下个月下一个预算会期哈、哦，大家走着瞧，就这样子。邓启被第二天马上打电话跟我说，报告议员。你那个事情哦，我们都处理完了，下个月那个老师就可以退休了。我说还好你长眼啊，不然我准备好把你移送政风室办。各位亲爱的乡亲士大，你怎样提起咱人民？我接到很多的那种陈情案件，多少的民怨在其中，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一个民意代表，也不是说打高空而已，他要很扎扎实实的去了解啊，人民的痛苦在哪里。你知影，我虽然哦，咱选举的时阵无钱，但是吼、哦，你看破文吼、哦，出去行路，拢是堂堂正正，安尼挺的直挺挺的。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哦，咱别国民党吼矮一截。为什么？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咱虽然选举无钱去买票，
无钱去食饭，无钱请去旅游。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本来不是就应该如此吗？错。地方选举的时阵，无买票，无请人食饭，无请人去旅游的是特例呢，是少数呢。真正是安尼，但是我从来不会因为这样觉得啊，咱无钱，咱自闭呗，是安怎？因为我迄新北市的所有人民头家讲，我讲吼，我光一上任，刚刚福州合一宅迄个案吼，本来日盛生哦，品质这么差，他也不愿意退你，他退你哦，每一户还要给你收150万的违约金。我光是帮你们争取每一户免收150万，你看四千被罢了，我们替他争取多少？你想看卖，花香花姐好不好？第二点，你知影迄个新庄有一个创新产业园区不？迄、那个 BOT 案，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些事情？讲起来，我不管做议员、做领域，这代志我都没查。新庄创新产业园区那 BOT 案，咱讲一块遐精华新庄副都心的土地，和 BOT 有财团，五十年的时间，财团哦，用最保守的估计说，他们可以赚640亿的。新北市提供给我的资料，中啊姜的新北市的获利50年，顶多50亿出头了。两者相差被600亿的利润呢，迄块地不是讲足歹标的标袂出去，无法度做，唔是呢，他就平白无故送给厂商这样一个 BOT 案，既然咱们新北市足久的哦，无人咧插哦，我一上任我就拿这个 BOT 案，总咨询我的讲，这个案子要重新检讨，各位亲爱的乡亲士大，你知道光一个重新检讨，我替新北市民省下至少200亿的钱，你知道吗？我先给我吹起来。所以哦，我不管说人家说什么啊，民进党啊诺，但是我何不文走出去，真正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没有愧对大家对我的支持跟爱护，大家讲对不对？ Yeah. 因为很简单，有的人讲柏文，你一个菜鸟啊，你一个新科议员，像遐官员遐怯惊你。我讲哦，第一，你爱认真，你爱做功课；第二，我个人我也无咧做事业吧，我又不炒地皮，我又不是跟建设公司在勾结。我也不包工程，我所有的事情拜托你，都是我替人民在发声，我行得正坐得直，当然讲话嘛大声，你讲对不对？亲爱的乡亲士大，我就是要来大家报告，当然路线的选择无同，但是其实我感觉做这代志，唔是遐清楚讲一切为二，就是体制内、体制外，我觉得不是这样。体制内有很像体制外的做法。体制外的人，其实有很多人，他的心也很体制内。你唔知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我的意思讲，其实咱政治这条路讲起来坎坎坷坷，但是吼，我甲各位可能较无同款。其实像国昌啊吼，虽然叫无滴，我是很鼓励他参选。其实像我这种人就少了，你知吼？你知影足侪政治人物吼，拢足惊人大汉。同样，这个多一个竞争对手哦，莫最好都不要。我的想法就是，优秀人才本来就要从政。亲爱的乡亲士大，你知无？你知道政治它可以左右多大的资源，你知道吗？你只要国民党执政这几年来，过去咱民进党执政的时阵，本来庄宜省一条5000亿，一条6000亿，国民党执政的时阵，1兆5000亿、6000亿，一下子跳到1兆8000亿，我都已经感觉有够憨过啊！你知道每年都会庄宜省会变偌济无？变到2条。变到2条，你们讲啊，赶紧啊！明年民进党要执政啊，变2条最好诶。我讲唔是安尼看诶，那我看这唔是安尼看，我是咧看讲这2条，你有做偌济资本门的物件无？你有做偌济实实在在公共建设无？那是无，我来大家报告，这个钱拢是咧欠少尔啦。那是安尼继续安尼恶性循环落去，台湾再建会倒，你知无？所以拜托大家爱正视这问题，好唔好？我们如果能够有强有力的监督在国会里面，你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财政纪律法，我们针对总预算问题一条一条的审。亲爱的乡亲士大，破门你去新北市议会，虽然讲有的人讲我一个议员尔，我从来不会这样想。我一个议员，我从进去一天到我现在为止到今天，我没有一场开会我没有到场，我出席率100%，即使我再更加无闲，我一定去开会。因为咱一定爱开会，咱发声，
咱心查医生，我心查医生一条一条看，足侪人是足挡我袂掉的，但是就是因为安尼，官员才会惊你啦，官员才会知影讲你是认真。啊，迄种惊唔是讲，吼、哦，因为你人歹，你人阿爸唔是，那种怕里面带着一种尊重。所以我感觉吼，我其实我真的很以身为台湾人为傲，因为台湾真正的民主精神，都是真真正正，破破实实，家头实地，大家对不对？咱台湾实在是有国民党拢歹，所以我要大家拜托。明年疫情一了吼，足侪人讲民进党即摆是毋是感觉天咧算得掉？各位恁若有看到我伫电视讲吼，今摆若有边仔的人吼，也是讲这话，我一定讲没有，我们战战兢兢。我讲这个不是唯心之论，因为选举吼你无法度靠势。破文选过立委，我选过议员，特别我咧选议员的时阵，迄是多席次选举。啊，讲起来我对人生地不熟，足侪人伫外口一直在我放风声，讲破文一定第一名。其实因放这种风声是要为了破坏我的选举，但是我讲真正，因愈放吼，我会愈勇，因为我的危机意识会愈悬。伊唔知讲伊愈放我第一名，我会走愈近。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选举绝对无啥物保证第一名、保证会掉的。啊，上重要是咱来知影讲，啊，咱疫情一了，啊，这条政权是要创啥，这毋才重要。这条政权哦。蔡英文足爽的，唔是啦，我民进党之前哦足爽的，这有啥物好爽的？我讲真正，你做一个政治人物，你若真正要好好做，你会忝死。讲真正，我要来大家报告，咱一定爱心头了在地讲，因为我拄我来大家讲，国民党真正是危害台湾足深的啦。我对国民党的厌恶绝对超乎你们想象，特别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选战之后，所以真的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好，啊，想到国民党要倒。国民党要倒，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说像一心现在在推党产公投，就有心的新一哦，他推动党产公投就有心的，但是我们能够更直接的方式，就是说一边推党产公投的选举过程中制造国民党的压力，想到我们有办法国会释出过半，真的我们的党产一定要不当党产条例好好的澄清的，咱就清清的了。不当党产条例，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清，因为咱只有把东山清掉，国民党才会倒，是安怎你知哦？你东山无清，国民党拢未倒啦。因为国民党伊是一个无价值的政党啦。咱讲真正，卖他妈咧孙中山啊，咧三民主义，伊若真正叫三民主义，即马房价哪还管？你讲对不对？所以国民党根本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任何价值的一个，我来，我就这样，现在说国民党本土派，国民党本土派，国民党还是电派的啦，什么本土派？但是无要紧啦，现在大家讲习惯，大家，我的意思是讲，你看现在国民党，咱只要东山真正的终结掉，我讲无要紧，再有什么另外一个在野党，我怎么成立都没关系，至少不是一个财团式的政党，真正哦，拖累台湾的民主，咱选举选到辛苦就是因为安尼。你知影我前两天看到欧崇进的电视讲，我上次立委选举的时候，国民党还补助我350万，这次都没有了。350万，民进党你选举的时候他补助你350万，你等于他早滚到边呢，真正的。所以我要讲说，你光是立足点的不平等，会造成多不公平的一个选战。所以我拜托大家，咱明年哦。国会协助一定要过半，相当重要一个代志，我们从根刨起，就是他的不当党产，一定要让他全部缴清，而且追溯过去的那个五鬼搬运，终达清了，比台湾的民主政体叫重新新生的希望，大家讲好唔好？我讲干呐，为着这点吼，你叫我四个去做工，讲一定要有国民党倒，我干呐这点我动力就做够啊。第一点。我感觉咱转型正义真正爱做。我所谓转型正义，你知道我今摆吼，每一年在纪念228，我写通感觉足早的，你知吼？今年228，这伫新北市伫三零埔啦，吼，我阁叫主理人食豆腐讲啊，议员你要不要一起来参加？我去跟你参加228干什么？我坦白讲，228到现在我不觉得说有什么真相或有什么平反，为什么？因为在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结。各位，你若登记有听伫广播听过我的节目，我对于在台北市
还有一个中正纪念堂，我耿耿于怀。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讲你屠杀人民的元凶，你伫首都的中心还给他设一个纪念堂，而且说他是又中又正，他哪里中哪里正？我其实也不想说哦，不，一步到位把他拆除，也不是这个意思。但至少名字可不可以换一下？至少外面那个围墙可不可以拆掉，让它变成一个亲民的公园？那哪家不走？你讲正面好做转型正义，没有错。很多人会说，可是你如果这样做哦，会挑动什么族群冲突哦。但是我要问，如果228的家属或白色恐怖时代那些受过国民党威权打压的那些家属，他们每天经过那个中正纪念堂，所谓的中正纪念堂的时候，他心中作何感想？一个进步的国家，你这边在纪念228，一边又有一个中正纪念堂，我觉得真是很滑稽。所以每一年的228纪念日，我写感到很尴尬了，很尴尬，哦。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转型正义，除了这个部分做之外，我们真的要把过去的史料，至少啊，阿公到底是安怎去当阵去哦，国民党安怎配合的？到底去当阵的元凶是谁？你至少要有家属知道。我们也不是要去怎么追溯，我要去鞭尸都不是，这是一个伤口复原的过程。你如果伤口没有真正清创，里面一直化脓，那你是被创伤。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我们执政一定要做。啊，有些人说泡芙，你应该爱讲吼，我们的教育改革、年金改革，啊，还有在财政改革点点，黑龙做重要。我跟大家讲，那些都很重要，那些部分，我认为都要做，但是那个是基本一定要做的。可是这两件啊，攸关我们一个整体民主价值跟民主能不能继续向前走这样的一个东西，一定要先做。这个做好之后，那来讲年金改革，那来讲财政改革，那来讲教育问题，好，那来讲今麦其实吼，包括财政还有教育，其实都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今麦吼，整个教育吼已经怎么样？已经很明显的阶级化。你们，我上次吼。有一个朋友，伊都阿讲，伊讲吼，泡文，你知影即摆吼去读到台湾大学的学生吼，有几成是台北市的无？吼、哦，第二，伊叫我去问，你去算那个台大法律系的学生，有多少是台北市的学生？吼、哦，伊讲，他说叫我先去查资料之后再跟我讲，但是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伊的意思是讲吼，现在因为教育的整个阶级化之后。很多的教育也变成商品化，城乡差距的不平等。过去教育可以变成这个阶级流动的几个产物，但是它就没法度。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断的需要我们不断去冲撞，不断去克服。所以我真的拜托大家了。2016哈，我想我自己有我自己想要奋斗的动力。吼，有的人讲泡文，奇怪你每年也无要选立委，我看你嘛是咧拼命，就是咧创啥？我讲迄不是安尼，迄选立委为了选举有选举的拍法。啊，为了呼算，为了台湾，各回贵盘，怕完。我讲哦，我随时充满能量，随时充满动力。我就是希望台湾这片土地能够越来越好。我相信在座各位嘛是安尼，对不对？所以亲爱的乡亲士大，我真正吼，我同只可能甲大家有一寡意见无同款，但是大部分意见都相同。我真的希望台湾优秀的年轻人能够积极的从政。我们不要每次都站在门口在那边骂你们，每次都怎么样，你们很烂，你们怎么样。与其这样，不如我们让更多优秀人才进去之后，我们真正的让台湾的社会资源能够公平分配。不要忘了，每一年国家总预算已经高达2兆，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继续任由财团型的立委，任由地方派系型的立委，任由那些根本毫无中心思想价值的立委在那边胡作非为，我相信台湾的非常的凄惨。所以我拜托大家，每年2016，咱真正不管说第三势力也好，或民进党也好，只要你认为是进步的力量，我拜托大家一定要修田到底。这修田到底，啊，咱嘛希望讲每一个选区，咱总是会当以打败国民党为唯一目标。况且我跟时代力量吼的朋友真的太好。各位亲爱的乡亲士大，你知影美秀姐做照顾我，美秀姐吼。都一直很希望说啊，咱是不是当去这绿豆吼、哦、来主持一个节目？啊，其实主要动算以后吼，我就愈来愈尴尬了吼、哦，所以我后来当选之后，我就把这个主持棒真的交出来。为什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你知道我跟冯光远就写给，
冯光远更拜吼，伫我头前弄个美陈文谦跟唐湘龙，做你跟那个郑美两栖，哇，美叫，哎、欸，我刚刚那无小心叫甩掉，你知无？这要开讲讲笑话，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这样不好，这样与其这样吼，但不如当来宾啦、啊，因为一起来有伊个理想，有伊个观点嘛，足坚持的。好、啊、但是咱过去一段时间，咱是感觉讲，因为台湾的媒体实在太不公平，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去计较这些东西啊。但是既然我的一个好朋友吼，伊安尼然后鞭促我，我们要成为一个进步的力量。有当家在位，我嘛是爱听落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咱总是继续为台湾打拼啊，继续来发声啊。真正足感恩大家长期以来对我的照顾甲帮忙吼，好不容易真真意叫叫感谢各位，谢谢，走啦。多谢浩文，有精彩不？哇！博文，那个刚刚你最后讲那个正美两栖的，光源兄哈，说你不能正美两栖。那如果我问一下现场的听众了哈，那想问啥各位啊？请博文登来安尼拼一下哈，给我们派给他一个特殊的这个任务哈。请伊来主持安尼，大家赞成无？哦，这是浴血任务哦，哈。OK， 那即马上尾咱要开放这个各位好朋友哈，大家提一旦讲一挂意见或者是提问都可以，我们现在开放现场的互动哈。OK。